我的耳机没声音了。那个，耳机没声音了。好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吧，那不然我们聊一下天吧。今天大家希望听到什么歌？什么？手心的太阳。昨天没有，你怎么记得呢？你记得太清楚了，你怎么跟我斤斤计较呢？我们坐台这边的有没有想听什么歌？可以传一下吗？有点听不到。预言是不是？那我们前面这边坐台的朋友有想听什么歌吗？刚刚传一下嘛，后面说什么？刚刚看着最远的地方。那我们右边坐台这边呢？排名第五吗？哈？来来来，你讲大声一点，你说什么？谢谢。哎，我的耳机还没说好吗？那我们就只好继续再聊咯，可能今天会有点超时。其实昨天呢，我就忘了要跟大家讲这个梗，就是呢，昨天因为我在看台上面看到一位老太太来看我的演唱会，我指的老太太她大概有70岁，然后我就心里想说，她到底是不是我的粉丝，还是说她是被逼家人逼着一定要来的？今天有比较年长的叔叔阿姨吗？有吗？有啊，你不是啊？你旁边，你指着绿色衣服的女孩子吗？不是吧，她看起来太年轻了。哪里啊？那你可以站起来吗？害羞什么？这叔叔是不是？叔叔几岁？谁？这黑色衣服的。63岁，63，哇哇，你是我的粉丝吗？是不是什么头号粉丝？哇，谢谢，那你最喜欢听我的哪一首歌？阿娇。隐形的翅膀之类的，不是，结果要来一个硬一点的阿刁。等一下，好了，我的耳机好了，我们可以继续啊。好，那个，一样继续啊。如果会唱的，我们一起来。